然后下一关，这干嘛的啊？然后这样下，我这样就好了啊。就这个，这关是在侮辱我智商吗？这关在侮辱我智商？哎，又有新的哎，怎么办？我要不要玩哎？我很想玩，可是啊，好吧，基于一个运动家精神，我一定要玩玩好了。要有运动家精神，可恶！我在秉持什么精神啊？哦，耶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以我智商这点，等下这个他的牌法我是刚刚有看过啊，这牌法我刚刚好像有看过哎，所以他是有些关卡是直接给他重复就对了，在侮辱我智商嘛哈？虽然我没什么智商，干嘛？哦，下去下去。哦，yes，yeah，然后换这关，然后哦天啊，我觉得我最近看到棕色的东西，我会觉得很想吐。直接下去哦，yes！为什么这个不能点？刚 bug 吗？还有一个，我刚点了没反应哎。然后再来下一关，哦，好高好高，不过勇者无惧。等下传来，呸喂！哦，怎么宝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？勇者无惧。哦，下去，拜托，不要，拜托，一个，拜托姐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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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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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勇者无惧，勇者无惧，勇者无惧，不要，拜托，哦，yes，啊，几关啊？我记得这个好像一次都有五关，然后这样子，yes。要下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哦，好险，哇，这样子，好险好险，差点，差点掉去旁边，OK，换，然后再来干嘛？这个把它。这样就没事了吧，对不对？OK，yes。侮辱我智商一个关卡，可恶。然后这边的话嘛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对啊。这关是怎样？我先这样子，然后下去。这关是怎样？bug 吗？有 bug What？这有 bug 好怪哦。哼，这关是 bug 哦。好，这个地方嘛，我想一下，一开始先按一只下去，然后它会被射死，然后这个再下去，然后它也跟着一起下去，然后它会被射死，然后 yes yeah，然后这边的话嘛，我想一下哦，先让它被烧死，好，然后就要公主了 yeah，对我来说太简单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里的话嘛，我想一下，这个先下去，不对，好像不对哦，我用错了。哦，对，是这样子。耶！然后这个拿下去啊，然后他就被烧死了嘛，然后再跟着下去，
然后这边，然后我就耶耶，哦，又是哥布林的关卡。我看一下哥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嘛，让他先下去。我就这样过了，然后在这里的话，我先拿到一把宝剑了。哎，所以这边是怎样？啊？耶什么？啊，我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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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概是要这样。先让这个下去。然后让这石头滚下去，然后，哎，没有，哦，有，这样子就有了，所以啊，哦，我真是天才耶！然后一开始拿到宝剑神剑，哎，所以他不会下去哦，靠呀，这怎样啊？他不会自己下去吗？靠，这怎样？来招，然后先让他砍死他，然后这个，哦，过了耶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看一下哦，一开始的时候要先拿到这把剑，这是这把剑。拿到，哎，这样子，哎，我，哎，我随便按的，这样也过，哎，我随便按的，哦，被切买鬼，太神奇了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所以我要一开始的时候先，重来，我想一下哦。然后先过去，滚过去，滚过去啊！靠，来哪招啊？靠，这哪招啊？哎，屁呀、啊！哦，然后再这样。哦哟，碎呀！哦天啊，我是天才。OK， 然后这个我看一下，这个一定要先让他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下去应该不会死吧？哎，没事哎、欸。OK， 拿到了，耶、yeah! ！然后这里的话嘛，我先笑，先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子。然后再这样子，然后就耶、yeah! ！所以啊，就快结束了。哎，我看一下这里的话哦。啊，就这样、啊。哎，好像蛮容易的。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过了，耶、yeah! ！然后换下一关，这关的话嘛，我想一下哦。嗯哼，然后下去，哎啊，靠北用错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重来重来重来，我错了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想一下哦。如果一开始下去的话，也是死啊。先，哎，等一下不对不对，先这样子。然后他会被哦，要先抽掉这个啊，没看到。然后把这个宝箱先下去，免得他砸死我的，砸死我的主角。然后他会喷火，继续喷火，然后没了，耶、yeah! ！过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嘛，我想一下哦，这个应该是要先下去才对。然后这个水下去，它会去。哦哦哦哦哦，水哦。然后就耶、yeah! ，
石头下去，它火焰不会把黄那个环境融掉、欸。哎 ，OK， 所以是后面的关卡几乎只要抓时机就好了吗？嗯哼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嘛。把它推过去，它会，哎有，啊它就会被，哦有，这样它就被冰死了，是呀、啊，然后换下一关，然后这边的话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啊所以这边要怎么玩？啊哈，对啊，这哥布林他自己不会动啊。对啊，你看这哥布林他自己不会动啊，这有什么用？啊，要让他，我知道，要这样子让他下去啊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想一下啊、哦，然后这样子，哦有，是啊，耶、yeah! ！然后这里的话嘛，我想一下，这是哥布林。我觉得是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我认错了。哎，好像也不是这样。哎，好像也不是这样。所以这哥布林应该怎么让他下去啊？哎，也不对。哎、欸，唔对，所以他这只是那个弓箭手哥布林要怎么让他下去、欸？对啊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上面应该是不用管他吧？对啊，还是要打他、啊。哦，是这样哦。我不知道我怎么用的，哎，反正好像就是让他被 K 到就对了。哎，等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就随便按的，然后就反正就跟他好像跟他被 K 到一样。然后我想一下这边的话嘛，啊哈。让他被摔死。哦，就这样过了。反正好像不一定要特别照他的玩法，反正就是反正就可以杀死全部的哥布林就可以了，就不一定要照着他的玩法。拜拜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奇怪，刚刚是怎么回事？我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。嗯，我要休息，我要休息。啊，这样我不知道，我刚按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过。OK， 然后这边的话就先这样子啊，这个关卡一样啊。然后就耶、yeah! ，不要卡 bug 哎、欸。然后这里的话嘛，OK， 就这样。好，他不会喷了。是呀，就要公主了。